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佛陀的时代各位已经听过了，那阿难在灵鹫山听了佛陀的教法，在打坐思维，各位这个一定要学啊！像各位你今天听法师说法，你不要听完就下课了，下课了那好可惜哦。闻思修，闻就是你听闻，你要背记下来，就像牛吃了草，然后呢放在它先放在胃里面，跟那些鸟放在脖子，然后呢安全的地方它就把它吐出来，慢慢的去嚼化，叫闻思。思维就是你要去抉择，你要去了解，修那你要吸收它的营养，你要把你所听到的乃至看经典的这个法用在你的身心上面，特别呢法入心，叫闻思修。所以佛陀时代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证达阿罗汉，迦摄尊者也是七天证阿罗汉，目前年轻 七天证阿罗汉，舍利佛14天证达阿罗汉，并不是舍利佛数目前年，因为舍利佛的这种证达阿罗汉的层次更高啊，因为有智慧跟慈悲，更有大神通，只是舍利佛他不喜欢显现神通。那目前年的习气，他当初是因为发愿得神通而来的，但是也因为这个神通害了他，他最后被业障现前，被打扁成肉酱啊！所以，那这从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时间不是长，是你能不能够把所听闻或是经典看到的法，真实的用在你身心的净化。那当然，站在解脱道，他只净化自己的贪嗔痴就容易了啊！站在菩萨道，你要净化众生的贪嗔痴，所以你要有三大阿僧祇劫的这种资粮功德。而且你成佛以后，你还在永远在轮回，就像阿弥陀佛示现成有名延寿禅师，我们大势至菩萨示现成印光大师，甚至弘一大师，这些太虚大师，太虚大师有个讲法，他就是迦摄尊者，就在鸡足山的守护佛陀袈裟的迦摄尊者来化现的，因为他们
按照佛陀的一教奉行，不入涅槃，随缘度众。所以呢，各位一定要把这个教法放在你心里去思维，产生对你自己的身心的变化啊，能够调伏自心，也可以发展悲心。所以阿难按照佛陀所讲的，在洞里面，那为了证阿罗汉，在佛陀的时代是证阿罗汉，结果到了三更半夜，出现一个鬼，这个鬼来告诉阿难说：“哎呀，修行者，你三天就会死了。”啊，那阿难当然很害怕。那这个鬼说：“如果你不想死，你呢能够为恒河沙的恶鬼众供养三宝，所以我们那天供佛在天，我们天天下施。”然后呢，也能够用食物布施一个恒河沙的野鬼、孤魂野鬼，那你就可以三天不死。阿难怀疑啊，赶快跑去找佛陀。各位，我再讲一遍，你们再听一遍，然后你要告诉别人啊，你要像广播电台一样，要有这个热心。我最怕一种人，酷酷的，不想讲话，连笑都懒得笑，你不能做菩萨的。菩萨是一种像妈妈一样，吃饱了没有？要不要弄给你吃？啊！就像我出了家才什么人叫菩萨，我才知道，帮我们在准备吃的喝的，已经吃不下，他还要送来，啊，要有这种热忱。所以，那他问了佛陀以后，佛陀就告诉他：“阿难啊，那个不是鬼，鬼也不会告诉你这个，那是观音菩萨为了度你，你真的三天以后会死，那观音菩萨。”度你，告诉你这个方法。那佛陀说，在我过去还没有入佛法，在婆罗门，累世在婆罗门，观音菩萨也这样示现来告诉我这个施食之法，无量威德自在光明陀罗尼。然后佛陀说，阿难啊，你只要拿一点点食物啊。那阿难说，无量无边的食物哪里去拿？佛陀说，很简单，你只要拿一点点食物，哪怕现在我们演变成七颗米，你只要念这个那么少瓦丹太多瓦罗吉提翁三不奈三不奈哄，供佛可以念21遍，供护法诸天可以念7遍，啊，供养恶鬼道啊至少念3遍。所以这个辨识咒不是光布施给恶鬼道，啊，供佛你念21遍，那就可以无量无边。所以然后佛陀告诉阿难，阿难就按照这样去做，啊。而且又把这个法，佛陀也告诉阿难，要把这个法传下去，让没有福报、短命、受苦的众生得到这个辨识咒的功德。那在经典里面说的很简单，你只要会念四如来名号或七如来，各位都会背，加上念辨识咒，那这些食物上供下施，包括后面有河流，各位你布施面包的时候，要把河流观想成玻璃，你念这个辨识咒投下去的时候，谁先吃呢？天神先吃啊，天神这些大护法神先吃，然后这些食物沉到河流里面，河里面的孤魂野鬼啊，乃至河里面的动物啊，都可以吃。所以同样一块面包或一杯水，各位你供养的时候，嗡啊吽，上供诸佛，掉到水面护法善神，然后呢融化到水里面，那这些六道有情啊，孤魂野鬼通通同享功德。一支香、一块面包、一杯水都如此。所以来，各位请把红色的本子打开，我们还是要念一下，念一下施食的。各位每天都在念，我这边我偷偷笑啊，我一直很高兴，我们这一批人用各种方法勾引来他们七八天，天天让他们念甘露施食烟供，他回去不做会很痛苦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终于这个法，释迦牟尼佛告诉越爱菩萨3次的交代，越爱越爱，一定要把这个施食法啊传留在这个世间，可以让世间的人得到世间的福报，也不会堕落三恶道，可以让世间的人修慈悲心。所以我一定要祈请各位，拜托各位，各位回到哪里开始冒烟，好不好啊？就像印第安人看到冒烟，呵呵，同族了在那边了，啊，开始冒烟，做做甘露施食，啊，转转经幡，啊，你家门口挂一个经幡也好，啊，让它转动，有人在喷喷水，哦，走到哪里，你以后在路边看到这个，你说 Hello 同族的，啊。
喷喷水，点点烟供香，所以你点闻到烟供香啊，太欢喜了，又有人在布施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把那个味道记好，就像你在吃东西，做烟供不见得一定要烧。如果你没办法烧，你现在在吃东西，味道很香，你喝的水，你可以解渴，把这个呢上供护法诸天，你的喉咙都可以变观音菩萨，你担心什么？只要你有悲心了，所以你这个味道，这个甘露清凉，供养护法诸天，六道众生，哎，供养父母祖先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这样就好了，啊，那你有实际的布施更好，啊，一点点米。一点点水，这样去帮助众生。请各位翻到28页。我们今天还有上师来，然后是不是我们义工菩萨安排一下？我们今天要放大蒙山呢、啊，那请上师现在先去帮我们超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上师超度完，我们供养，替恶鬼道，替众生。那上次他们就可以吃饭，吃完饭就可以回家。来安排一下，上次去楼下帮我们修仪轨，然后呢修完他们就刚好用五斋，用完五斋我们之前或之后供养，这样我们又今天又多了一个圆满的功德啊、所以来大家鼓掌，谢谢上师。楼下摆椅子啊，准备喝的水饮料啊、椅子摆在凉快的地方。28页，所以佛陀就跟阿难说了，如果你这样去念辨识咒，不施食物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功德，这是佛经里面说的。所以28页我们再念一次，念三遍辨识咒啊。我这一次住在后面的小房间，我本来他们叫我住饭店，住饭店就很痛苦了，天天人家唱歌跳舞啊，没办法报万斋戒，然后他们说我要求来这边，但是这边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各位在施食烟供，然后呢那个烟供到了早上都还在冒烟，很多菩萨一大早又帮又把食物又放下去，到了三更半夜，那个狗就会呜哦，鬼来了啊！不叫代表鬼没来哦，哦，因为他看到了，所以、对我来讲非常有信心。我很喜欢这样，在住在二三楼，看到楼下在冒烟，我只要一站起来，我就会念那么着，那么着，那么着。所以你看我在那边乱比，你不要说我有问题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还躲在窗户后面，怕人家看到我啊。但是我念得很快，那么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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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一直在那边念，因为每念一遍我们修一次悲心，食物可以增广更多更多，整个河水变甘露，整个风变观音菩萨的咒，整个食物都化为烟供，然后融入到融入到中国墨西哥地狱，那你透过你的嗡啊吽嗡啊吽嗡嘛呢叭咪吽，因为有了信心念这个就变成有悲心，你内心就会安定啊！所以各位你要知道，慈悲才是造成内心极静最快速的方法。你心里不安静的时候，你去老人院，你去孤儿院帮忙，你可以得到功德，这个慈悲心的功德就可以回向你冤亲债主超度了，身也快乐，心也平静，这个很重要，你的烦恼就没有了。那只是施食法门太方便了啊！所以我早上在窗户外面丢了很多米啊、面包，那些鸟就会来吃啊，所以鸟停在那边，他就告诉我：“哎哎，没得吃了，那就赶快再布施一点啊。”但是不是对那几只鸟，愿所有的鸟都可以吃，愿所有往生的鸟都可以得超度。你要不断的这个观修慈悲心，所以来我们大家再念三遍。把你之前所做的到刚刚所做的所有的功德，包括各位发菩提心受八万斋戒菩萨戒，所有功德都融入来念一下，嗡啊啊吽，嗡啊吽，那么萨瓦当那耶多瓦罗哲帝，嗡萨巴拉萨巴拉吽。
那么上网看看。